再加上现在电影还，电影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电影已经开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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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开始了，先。大家好，我是黑配喜 K， 我是白配水晶，这里是黑白配欧贝布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车上，可以做摸呗？可以做摸？我们是骑着那个什么汽车电影院啊，汽车电影院啊，其实它只有两个时间的，现在对，它是开放时间是傍晚的7点，7点，还有晚上10点，对，这也太迟了，来我已经发高了，所以我们就选择了7点。不过选择7点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哦，因为哦，我哪有你老板嚟，我真系。我们遇到塞车了，会塞车、啊。我们这样塞一下，已经塞了半个小时去看戏了。说你们自己看自己的时间安排，再选择那个时间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哦，要帮大家 try 看这个汽车电影院。Okay.好啦，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个汽车电影院啦。Yeah. 刚进来的时候呢，很第一个步骤啊，就是先打开门给他放这个东西，就是他们的 speaker。然后他还很贴心，他给了这个 goodie bag， 就是。Yep. 我们一开始以为很热，是我们还自己带了风扇来。自己带了风扇。我自己带了一个小风扇来，结果他其实有给了嘞。是嘞。那我们撇开这个，我们先讲哦，他的食物其实有很多种，我还看到有佛素食者。它就有一个素的鸡，然后有 burger， 然后还有泡面。我其实是 order 了那个素食鸡，我是 order 了那个 crispy chicken burger， OK， 所以它是普通哦，面包一个。你有点恶心，你看到？它就 looks like not crispy， 它 look like 是 burger 煎嘛哇。不吃 crispy 啊，我觉得 grilled chicken burger。等一下我们 try 看就知道了，等它食物来先。再加上现在电影还，电影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电影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我们开始了，今天。哇、哦，声音蛮轻的，蛮轻哎。服务上其实也蛮周到，戏也是新的，也有 subtitle， 给 speaker 有给风扇，对，这些都很周到，所以我们现在看戏先喽。看戏，不要理你们了。Bye。I want the files and the report. OK 啦，现在这个电影差不多要 end 了啊、嗯，我们等到它 end， 我们就讲我们的感想啦。现在快速做总结，因为怕要赶我们走。对，我的感想是 ，it's a very good experience。它的环境首先，虽然有夜景是美啊，但很 distractive， 我一直去看那些风景，这样。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周到的，它是有给古迪萨，虽然是最后才上啊，反正然后它还有给这个风扇，我觉得这个风扇已经是一个加分了啊，个人是这样觉得啦。我觉得如果要看戏啦，你真的要 experience 可以 try。
But then 我觉得你会来一次爆啦。对，价钱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99块，另外一种是150块。150块呢是有的，在前排的，对，就它的 condition 一定会更多还有好一点啊。所以99块就是比较普通，就是在后排、中间排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我的感想也没有什么啊，就觉得我不会再来了。可是他的戏我是看到上网看到是有蛮多选择啦，我看到有蛮多我喜欢看的戏啊，应该有超过5-6套戏哦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来 try 一下看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在下面有放一个 link， 你们可以在那边看。Go to 那边看你自己喜欢的戏，选自己喜欢的时间啦。So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分享还有订阅我们。我是黑贝奇 K， 我是白配水晶，这里是黑白配 All Bad Play。所以看到 the end， 它还有这样的一个 goodies 给我们的。我觉得 Angel 说的是不行，我觉得我像在看风景比较多，但是风景蛮好看的其实。